亚运棒球所在香港，郭英文、陈俊秀、蒋志贤扛中信棒旗。亚运棒球赛将在台湾时间今天22号上午11:30所在香港，教练团也排出先发阵容。第一棒将由效力小熊 EA 的陈品杰担任开路先锋，第二棒林翰和郭英文守备位置重叠，改守三垒。三至五棒的中心打线则分别由郭英文、陈俊秀、蒋志贤组成。六棒右外野手王柏龙，七棒子弟打击张敬德，八棒捕手林坤生，九棒游击手汤志芳。对，还状打击状况还不错。其实球场是短，这个左外野跟右外野两边95而已的短，可能这个全垒打的这个可能性蛮高的，这两边的打者都有力，投手要稍微小心。首战先发投手将由效力日本职棒横滨左投陈冠宇担任。本期单今天到了，会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给我们。动新闻综合报道。